to the captivating and exciting world of comics. Wow! 你想有什么？这里有台湾特色的扭蛋机，但我要扭干巴点。什么是干巴点？你很去呢？干巴点里面什么都有，有零食，有玩具，还有漫画。那把干巴点扭出来就可以去干巴点了吗？<笑>有可能哦，想象力就是我们的超能力。 一下子笑，有人可以陪我们一起长大，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对呀，水果奶奶也是年轻过的。以前上课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把漫画夹在课本里面看，假装在听讲，但心啊早就飞到另一个世界了。不然啊，就是在放学后。 趁着回家前，偷偷跑到租书店看漫画，看看朱鬼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了那只宝剑。那一本本在同学间传来传去被翻烂的漫画，是好多人的青春，也是好多人共同的回忆。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租书店看看漫画里的老朋友。奶奶虽然长大了。 可是那些老朋友还是在那里陪着奶奶冒险，永远不会离开。这些老朋友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可靠的伙伴，好多新鲜有趣的事都是他们带着我去探索、去发现，像是勇气啊、热血啊、善良跟责任、友情跟爱情，当然还有很重要的。 就是永远不轻易放弃的信念。打开第一集，漫画的新一期，谁对谁比斗，谁发了鬼卖气功？执迷一击，上课教了白卷，却只想知道谜底。漫画人物带我热血，带我找到自己。我们三岁的年纪生长大的诸葛四郎，就是狂，你少女也是战士，你在路的林默娘，你是灌篮高手，才能也能打篮球。我现在在保佑挂着 B 的歌手，我热血向上，也能拿国际奖项，甚至也能创下台湾百万的销售量。 问真够呛，都说英雄传，日本漫画家协会又受伤。一个大手国王跟机器人的铁男孩，影响大人的世界，和青春 say bye bye。巨人插进波西南西，和赛德克巴拉，用自己的文化历史获得世界的 smile。 然后我们真的长大了，好多的挑战，好多的价值观。
都跟小时候想的不一样。以前在漫画的世界里，英雄永远会在最危急的时刻拯救大家。现在那些在漫画里学会的事情，还能不能陪着我们去面对所有的挫折跟困难？